怀农是我的后生，而且伊是饭店未来唯一的继承人，我有燕青代，这边来处理这一段。这就是何佩霞，伊想空想胖，要害死天籁的动机。我希望你用个看在，天籁是你无人心不分享，我拜托你退出，替伊讨回公道好无？你马上挂回去，这做一片，足精彩。伊是学饭店这事情对的人，是害死天籁的。你是要创啥？我一人对恁两个啦。许英泰就是讲我是采美哦，我看不出来，伊是用英雄救美之交。现在明台珠宝，我不是要卖去，是我不在乎。爱运动男人最迷人了，来，这位天啊！哎，你这领导，我看到总被人吹牛啊！我辛苦的胖妹那要胖啊！哎，我不看他的。别乌白蒙了。是不是叫伊跟阮天娜台戏？